来，猴哥，给你一个。看到比较大的猴子过来，他马上就跑了。来，给你一个。再来一个，接着。双手都接不住，你还单手干呢？来，两个小不点，给你们吃。拿到了，走，小不点，去那边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那个小不点还吃到这里，还掉一个水果。这个猴子也很少接触到人，拿几个就在这里吃了。要吃是咸，还闻一下干香不香？哇塞，这个怎么这么香啊？越吃越起劲了。我再去拿几个来试试。